兄弟们，你们敢信？我一个200斤的，一个150多斤的，加起来吃不过这个80斤的妹子。今天我们又去盘自助餐老板啊。走。大理也没什么比较好吃的自助餐，好像今天还是在这边。这个三个肥一点。对，三个肥一点，一样的20块。一个来20块。第五花来30块。嗯，你好，你们点这么多的话，确定能吃完吗？有这位小姐姐在，没问题的。可以的，对吧？好。第一轮的肉已经上来了啊。这个你要加油啊。好，能吃完。反正我们两个是不行，我们两个今天就又是来听课的，陪衬的。这个就是妹子的前菜，超哥负责下肉，妹子负责吃，我负责拍照取证。刺身也来了，现在的刺身特别贵，就这一盘三文鱼一斤多就已经100-200块钱了，摩拳擦掌。这家店的寿喜烧还是不错的，我们已经来盘了它第三次了。很多兄弟好像看不习惯这个，但这个无菌鸡蛋沾着牛肉就是特别好吃啊。这人呢，自从认识这个妹子以后，反正我的实力是不行了，今天还是看妹子表演。这家店的三文鱼品质很不错，这个三文鱼我感觉在日料店里面都算比较不错的，很嫩，这个鱼呢还有一股很浓的奶香味。这个妹子很喜欢吃肥的，三文鱼也喜欢吃肥的，肉也喜欢吃肥的，就是不知道喜不喜欢肥的人。兄弟，你喜欢喝旺仔还是南台香？直接一起下的。那服务员傻傻的看着我。超哥，你这太不讲武德了吧？没事，我们能干掉他的。是肉你们不吃是吧？对，猪肉弟弟也准备的，你不喜欢吃肥的吗？那我都拿走了，我的意思就是我都咬走了。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，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，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，燕儿大叶双双飞来了，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，管它一大风吹也萧萧，花绽了猩红也会凋，少年的心儿永不老，鸡声相闻黄发垂髫，我要划着桨儿水中摇，人间柳絮飘飘不了天真。我发现超哥就是一个工具人，一直在下肉，这妹子的嘴巴没有停过。这个超哥打肉真大方啊，他那个妹子喝饮料都是4瓶一起喝的。一瓶瓶太慢了，这样比较快。抽水机，你怎么抽水机？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笑，云儿在那眼前睡得早，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，燕儿大叶双双飞来了，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，管它一大风吹也萧萧，花绽了猩红也会凋，少年的心儿永不老，鸡声相闻黄发垂髫，我要划着桨儿水中摇，人间柳絮飘飘不了天之角，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，回来跟桃花聊一聊，似水流年何自怜，梦回一转春如仙，听半晌我真话言，嗯，这个是什么肉？这是什么肉？牛肉。就哪一部位？应该是喜欢肥牛或者卡鲁比。
我是整不了了哈。我呢还能整一点吗？我整不了。涛哥每次都是最快的。没事，你们吃我的来接。主要就是来看你吃的。那你们就看着我吃吧，帮我下肉。第一轮吃掉的空盘子我们暂存在这边了，等我看一下总共能吃多少啊。干啥？看你厉害。那也不给你喝。我今天都没有吃多少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想多吃点这个肉出来。我靠，你一盘还不够，又来一盘。嗯，好吃。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管，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我喜欢。看鼻子。嗯，擦鼻子了，好见我。嗯，边呛边吃。第二轮又来了，我又帮你下肉了哈。嗯。辛苦超哥了，我很乐意为你服务。那你给我下肉，我下点。再给我打一碗，谢谢。不管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嫌我太瘦，我就会给你想要的温柔。我不管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我喜欢这样被爱着爱着的感受。我不用想太多，走在你身后，拥有幸福浪漫的宇宙。不管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，吃饱才有力气和你逛遍这地球。你别嫌我太重，要吃面这个牛肉不像猪肉那么好嚼，废。腮帮子都吃累了。兄弟们，其实我也一直在奋斗，我感觉我已经快不行了，超哥已经歇菜了。超哥再吃点，你都没吃回本。有休闲带你怕什么，他会帮我吃回本。妹子你几层饱了？嗯，5层吧。我们两个在帮他搓旺奶牛奶，让他喝得比较方便一点。工具人超哥又开始下肉了，这个妹子还在奋斗。很多评论啊爱带节奏，说妹子假吃，说底下有垃圾桶，你们看看哪里有垃圾桶，哪里有垃圾桶。还有一些说视频是剪辑的，肯定是剪辑的呀，我们吃了2个小时，不可能放2个小时的视频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尽量多录一点，所以今天的视频也比较长。然后就是大家吃自助餐的话也不要暴饮暴食，吃多少拿多少。这个妹子是真的能吃，她平时就吃这么多。总之一句话，不信秋婷能吃的，自己来请她吃一顿吧。
反正我跟超哥是服服帖帖的。超哥已经在这边歇了很久了。这个妹子真的只有80多斤，但我觉得她现在可能有90多斤了。这最后一波肉了，又拿了2杯饮料，一个冰淇淋。超哥还在帮他搓饮料。兄弟们，我的肚子已经这样了，确定看一下你的。吃哪里去了你？兄弟们，光盘行动了啊！这妹子在清空最后的饮料，就这一箱旺仔，你们服不服？这就是今天吃的肉。我跟超哥其实就是小趴菜。好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